今日股市由老凤祥特别呈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祥冠名播出的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市场我们看到 A 股还是再度显现出了它的韧性啊，因为外围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大跌。我觉得今天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虽然我们今天的 A 股是呈现出了韧性，但是否意味着我们真的可以忽略掉外围市场的波动以及北上资金啊这种大幅的流出，使得我们的 A 股市场呢一起延续咱们自己的反弹格局。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市场的表现情况以及外围市场的表现。那么这是外围市场的一个表现啊，首先我们这个恒生指数今天跌幅比较大，有3.45%，然后恒生科技今天跌幅也有超过5%，日经225呢的跌幅也有3%。那么上周五晚上啊，这个美国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道指啊，纳斯达克啊，跌幅也都是比较大，包括欧洲市场方面。那么下跌的原因呢，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啊，就是美国的这个 CPI 就是通胀呢就是比较高，可以说又是超出了市场预期。那么就让大家对于接下来的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一种预期的变化啊，我们的 A 股还能不能走出自己的独立的反弹行情。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我觉得今天这个市场还是真的展现出了咱们自己的韧性啊。虽然说是低开，但是呢低开啊拉升，然后最终呈现出的是一种震荡的格局。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呢，首先我们会看到成交量啊，今天还是维持在了5000多亿，就是下方是非常有承接力的。今天沪市单边呢就有5119亿的成交额，最终的收盘点位微幅下跌0.89%。那么下方的均线呢，今天是踩在了10天线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这边最终的跌幅是在0.39%，就是今天创业板的跌幅要小于主板市场。为什么？因为今天北向资金大幅流出啊，是上证五零的跌幅比较大。我们来看一下上证五零的跌幅今天达到了1.89%啊，不管是金融还是消费啊，今天都是整体下跌的格局。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五零微幅下跌0.6%，科创五零啊跌幅有1.31%，中证五百0.1%的跌幅，中证10000.71%的涨幅，国证20000.88%的涨幅啊，非常明显。你从这几个指数的对比就能够感受到，今天主要的做空的动能是来自于权重市场，好像对于北向资金的大幅流出，包括外围市场的大跌，在个股层面上的反应啊，并不是非常明显。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外围大跌， A 股呢也是再度展现出了它的韧性，是不是仍然可以震荡上行啊？ A 是的， B 不是。欢迎大家到我们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互动啊，参与投票。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嘉宾啊，首先呢在演播室的这位啊是李琦琦，欢迎李琦琦啊。稍后也会从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啊，包括我们宏观的流动性的角度给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两位连线的嘉宾，分别是潘敏丽和陶然啊，稍后呢也会来听一听几位嘉宾对于接下来市场的研判。简单来看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情况，首先了解到的是指数层面啊，今天呢从指数的角度都是绿盘报收。来看一下成交量，连续两个交易日成交额呢是维持在1万亿之上啊，就是虽然说跌，但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有承接盘，对吧？就是有资金进场。再来看一下市场活跃度，涨停家数啊，今天出现了减少，只有72只个股涨停，然后1只个股跌停。ST 方面是15只涨停，6只跌停。最后来看一下赚钱效应啊，今天是一半一半了啊，整体上涨的是2395家，下跌的是2211家，52%的赚钱效应啊。那我们来听一听李琦琦，首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海外市场的这种波动啊。因为其实像大家了解，你也都知道，你经常会给大家分析一下，比如说美债的收益率的一个变化，以及美国的这个接下来的货币政策的一些变化，然后从而对于我们 A 股的这个市场的一些流动性的这种风偏的变化的影响啊。那你怎么看我们今天即使外围市场大跌，咱们还是展现出了韧性，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忽略掉外围市场的这种波动？好的，
我们还是从内外两个视角来去看待这个大盘。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在大盘开头的头一个小时，我们如果看六十分钟 K 线的话，基本上全天的杀跌都发生在头一个六十分钟的一个杀跌的过程中。然后后面三个六十分钟的 K 线，基本上是呈现一个是见底，然后下午开始逐级的，就是 V 回来的一个整体的走势。我们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大盘是经受住了隔夜外围市场大跌。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在做节目之前，我们看到欧股市场，然后美国的期货市场也开始了新的一轮下跌。那么也就是说，第一天我们 A 股市场应该说展现出了相当强的韧性。那么但是呢，我们还是从两个视角去看待问题，就是上周五美国公布了一个远超预期的一个通胀数据。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之前市场有预期说美国的一个通胀已经开始见顶，然后环比应该是一个逐级下降的一个态势，但是它报出来的 8.6 显然是超出预期了，然后核心通胀率也是在往上走的。那么受此影响呢，就是打破了原有市场对他们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路径的一个推断。本来是认为就是在接下来的两次加息过程中都有50个基点的上涨，然后现在外围开始对75个基点开始做预期，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到九月份它的一个本来的路径是可能会从50个基点下调为25个基点，然后现在重新开始做50个基点的预期的上升。那么受此影响呢，大概就是说目前美联储在比较超预期的可以说是通胀在一个失控的状态下面，可能会超预期的鹰派。那么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个时间节点，也就是本周四美联储会有一个货币会议，它会对今年的一个货币路径的一个点阵图重新做一次清晰的展示。那么在礼拜四公布之后呢，我认为这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然后回到我们就是 A 股本身的视角来看，那么今天虽然展现出了韧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在4月27号反弹以来，整个大盘的反弹的结构是以成长赛道为主的，带领大盘逐级的向上突破。那么也就是说，从4月27号以来，其实我们本质上大盘呈现出一个风险偏好见底回升的逐级抬升的这么一个格局。如果说外围的这个货币的锚，或者说整体全球的流动性再次向一个偏鹰的方向走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会影响到全球的一个风险偏好的下降。我们看到现在美元指数正在冲击105这个前期的一个高位的点，也就是说风险偏好的下降速度是非常快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如果说接下来我们的风偏 A 股的风偏如果再次下降的话，那么这边是不是成长风格会再次因为随着风偏的下降可能会走到一个尽头，然后才开始产生回调。那么我们列了几个观察的点。首先呢，就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在上周五我们也公布了就是五月份的一个信贷数据，并且一个货币的一个社会 M2 的一个量也都是非常超预期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第一个观察点是我们在这份的就是信贷数据面前，我们看到了就是它短期的票据它占比还是偏高的，然后居民中长期的贷款也就是可以说是购房这方面的支出，应该说同比还是下降了3300亿左右。也就是我们一直期盼的说，就是在稳增长或者一系列的对房地产的一些放松政策下，是不是居民的购房会呈现出一个回暖的态势。那么在五月份的信贷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受此影响呢，今天大盘当中房地产板块产生了一个明显的下跌当中我们看到特别是权重股像招商蛇口甚至创了本轮调整以来的一个新低。那么大家也要看到，其实跟这一份信贷数据是有密切关系的。第二点就是前面我说了信贷，能不能看到中长期贷款它的信贷数据在接下来的月份当中会有明显的拐点。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忽略掉外围这个流动性风偏的下降的因素，那么以我为主，这是我们货币当局的一个表述。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接下来是不是有龙头板块能够带领 A 股走出盈利的拐点。我们看到就是 A 股整体从去年三季度开始盈利是逐季下降的。那么我们回顾，如果说回顾2018年，当时也是一个比较熊市的一个状态。那么到了2019年之后呢，有两个明显比较大的板块
带领 A 股走出了一波比较像样的牛市。其中首先带头的是半导体板块，我们看到半导体在2019年呈现出的盈利和业绩增速都是非常可喜的。第二个就是白酒板块，首先是一线白酒，然后是二线次高端白酒。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轮当中看看我们的观察点还是以新能源赛道为首的双碳板块，一个是新能源车，一个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是不是能带领 A 股走出一个盈利的拐点？那么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那第，这是两个观察点，你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就是我们首先掌握一个时间点，在礼拜四，就是美联储的本周四之前，本周四，对，它的凌晨，美联储会公布一个新的，就是在通胀超预期之后的一个点阵图，未来加息的路径图。那么我们不妨在这一轮，就是今天是 V 回来了。我觉得在明天如果 A 股还有强势的表现的话，大家可以适当的控制仓位，然后用分散的配置的思路，不要集中在成长上面，适当的去增配一些低位的，像困境反转的赛道，然后适当的去放掉点仓位。如果礼拜四美联储继续做出偏鹰的表述的话，那么把这只鹰放出来之后，我们再去到时候再说我们还会有便宜的机会再去买筹码。好，就是简单的这个梳理和总结一下啊，就是今天这个 A 股虽然说展现出了韧性，但是如果在外围市场持续下跌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能不能走独立行情？李琦琦说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具体的数据要去观察的，对吧？如果观察第一个，就是我们虽然看到五月份的 M2 是比较超预期的，但是接下来是不是能够真的从宽货币到宽信用，然后到经济的持续的复苏，这个是要不断去跟踪的。第二个就是市场现象的，就是到底哪个板块能够真正的实现这种盈利的这种确认吧，对吧？现在是有的新能源，但是可能大家还是会想估值高啊，然后是不是真的能够符合预期啊？那当下这个市场怎么办？就是先等一等，看看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议息的最终的结果，对吧？之后再看看市场会有怎么样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韧性啊，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啊？我们再来听听潘老师的观点。就是虽然刚才李琦琦说了这些可能让大家还有点隐忧的一些潜在的风险点吧，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市场非常强啊。首先北向资金今天大幅流出了100多亿，在北向资金大幅流出100多亿的背景之下，我们今天的成交额是突破1万亿的啊，而且并没有收出中阴线啊，只是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十字星的震荡。那我们从市场的角度、盘面的角度来听听潘老师怎么去理解，是不是我们已经把很多这种不确定性和利空，其实早在之前的下跌都充分反映了啊？咱们能够再度的显现出这种持续的韧性，还有延续我们的反弹格局，潘老师怎么看？李婷，我基本上是就是说同意你刚才说的那个观点的啊，然后我来在细节方面再来就是跟大家聊一下。首先我们从今天北向是流出的，北向流出了135个亿，是这样的。那么从北向流出的方向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像贵州茅台、药明康德，特别是药明康德啊，然后招商银行，他们分别是净流出10.6个亿、7.34亿和6.58亿，这是它流出的一个方向。那么从它流出的一个方向角度上来看，很明显就是说这些都是带指数的，对吧？那指数肯定就在这边停顿一下就显得比较正常。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于像伊利股份也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净买入的格局，所以北向资金它的一个流出应该从意义上角度上来看确实是受到外围市场的影响，而且也做出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就是应对，是这样的啊。首先北向它的一个流出的一个点可以看出今天指数波动的一个原因所在。那么从第二点就是从我们交易收盘之后的盘后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的香港的恒生指数是跌了3.39%。那么也就是说像外围的这样一系列的就是包括一些他们的一些决议等等的一些预期，对我们的香港市场确实是有影响的，这我们不得不看到。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3点钟之后，类似于像欧股基本上是集体的大幅低开，然后美股的股指期货跌幅也是扩大的。那么这个角度上来看就可以体会到，也许因为当道指它是跳空低开低走的嘛，对吧？是那个上周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那边的趋势有可能是会延续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现象。那么接下来再来聊一下，就是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今天的市场的这样一个走势上来看，李婷，我的观点跟你是一样的，我认为是非常强的。那么从就是我们和外围，就是大家的基本面，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因为就是外围市场有可能是处在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通道当中，而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像我们的央行基本上对整个经济包括整个一些就是政策出台都给我们一种就是降息或者降存准率的这样一个信号，所以说它这两个信号是不一样的。然后正是因为这两个信号的不一样，所以才导致了利率之差，就是在国际上的有一个利率之差，也导致了前期有一些就是一些中间资本的这样一些流动。但是正是因为两个就是国家的这样一个就是利率政策是完全不同，所以我觉得在目前在我们市场这个情况之下，可以相应的或相对的忽略一点外围市场的这样一个影响，也许他们会有自己的风格，走出自己的趋势。但是从我们现在内地的就是我们的就是股市的一个方向上来看，有几点。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趋势是非常明朗的，这个趋势就是一个反弹趋势，只不过在反弹趋势当中它会有来回有波动或者有一些停顿，这都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从今天的上证指数的交易情况当中来看的话，就是在盘中有影响，但是在尾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还是想要就是去把它收复一点或者去把它恢复一点，就这种方向它的动作也是非常清晰的。然后从那个最简单的一个指标，从阴阳比的指标当中来看的话，从四月底到现在一共是30个交易日，我们可以看到当中是看到8根阴线，其他所有的22根全部都是阳线。那么阴阳比的角度也代表这一轮趋势还是会继续延续的。那么第三点，从均线系统，无论是5天、10天、20天、30天，现在全部是正向排列的，而且今天我们的10天均线还是显示了一定的支撑作用的。另外就是从它的一个方向和它的表现力度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五这根阳线是创出新高的，也就是上周四和今天两天实际上是在阳线创出新高的格局之下，是两端的左右震荡。那么这个两端的左右震荡，就比如说上周四包括就是上周五这样一个就是低开的回收，实际上这已经形成了盘中震荡，然后今天在外围消息的情况之下再度的形成了盘中震荡。但是在这种自我的提前震荡，然后加上外围影响的一种被动震荡的情况之下，我们的上证指数还是依然能够在十天均线上方进行运行，所以说这些震荡也消化了这些不利的消息。那么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再反推一下，就是看一下未来，如果说现在我们的上证指数在这边结束了反弹或者说直接下行的话，那么未来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格局？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时间节点在6月13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比如到6月中下旬，我们有可能就会公布一些中报的业绩预告，然后到7月份、8月份就会公布中报，而大家心里都是心知肚明的，就是今年的中报它是一个考验，不再是会成为市场的一个支撑。那么如果在这个前提之下，我相信这段行情它因为这个原因，它会提前的往前走，也是这段行情在这里不会结束的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倒推。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点上，我认为就是未来指数短期有波动有停顿都是很正常，但是这些波动和停顿是为了未来在6月底之前更好的一个上行，然后达到我们这一轮反弹的一个真正的形成一个终极行情的这样一个目标，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和观点。好，谢谢潘老师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好像留给我们 A 股能够就是在一个没有什么我们自身啊就是没有什么利空消息影响之下可做多的时间窗口的时间上啊，其实现在来讲是有的啊，但是好像并不是特别久啊，所以呢要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啊，所以潘老师说是用倒推的方式嘛，认为说这个反弹还是能够进一步延续的啊。我也想问一下李琦琦啊，就简单的我们来说一下，你就听了刚刚潘老师那个观点啊，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看比如说美国市场，比如说它的这个 CPI， 比如说就大家会担心它的这个经济接下来怎么样，我们就回到我们本身来看，首先我们的流动性对吧，我们和它是在一个不同方向的一个货币的这个决策啊。第二就是我们的经济，其实我们现在经济是在一个逐渐复苏的过程当中，所以好像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应该是更加积极乐观的呀。其实盘面都蕴含了这样的预期，
就四月二十七号反弹以来，我们看到在主流方向上、赛道方向上，他们的反弹整体板块都有30%以上的涨幅，然后龙头个股涨幅好的可能是接近翻倍。那么我们必须这样讲，就是为什么四月二十七号开始反弹，本身就是为什么不是三月份开始反弹。比如我们看的像新能源、像光伏，其实在一季度的时候我们就讲过叫淡季不淡，当时的行业数据就已经非常好，为什么当时就是这些主流赛道，今天看起来的主流赛道当时是大家敬而远之的，为什么？因为跌幅非常的快，每天都以非常快的速度往下跌，为什么当时不涨而现在四月二十七号涨？其实本身就是蕴含着一个到了拐点，流动性预期拐点的一个拐点的意味在。其实我们已经充分的反映了这一段了。那么如果说外围流动性的预期开始重新再做一次修正的话，我认为我们是要重视的。好，其实就是提前反应了，因为你也是很早的时候其实告诉大家说要看光伏 对吧，要看高景气赛道啊。好，稍后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讨论，大家也可以通过互动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接着我们来听听陶然吧，陶然就从市场的角度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吧，当下这个市场是不是还能够延续自己的反弹格局？好的，那我可能比较乐观一点，我认为现阶段来看呢，我们市场是有望继续走出自己的这样一个独立反弹行情的。从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表现上来看，我们主要认为上午的这样一个走势基本上是消化啊，一方面是外围这个周末消息面的这样一些扰动，另外呢就是我们市场因为上周整体上行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积累了一定的获利盘，那么也是借着这个消化过程当中可能是做了一波获利的兑现。所以今天10点钟的时候可以看到各大指数是出现了一波明显的跳水，这当中应该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上午的走势基本上是一个消化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下午的这样一个运行呢，更能反映出当前市场的这样一个实际情况，或者说当前情绪的这样一些变化。那么从下午的这样一个走势上来看呢，各大指数基本上都是一种探底回升的走势，所以由此可见，我们认为当前整体的市场情绪受外围的这样一些扰动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目前阶段其实上周做节目的时候也讲到过，我们对于外围这样一些预期的变化其实是慢慢的产生越来越强的抗性。从上周周末上周的时候可以看到美国公布这个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再到这一周 CPI 数据超预期，但是两个周一我们走的都是蛮强的，所以这里我们认为是这种表现下呢是有望继续维持这种独立的这样一个反弹行情的。那么另外从北向资金的情况来看，今天虽然是单个交易日净流出超过130亿，看上去比较弱，但是其实可以看到最近北向资金的这样一些动向，其实对于消息面的这样一些变化是比较敏感，这个从前期3、4、5月份当中也可以看到。但是呢后续随着这个风险的释放，其实北向资金又再度回到净流入的状态，前段时间其实也是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我们认为北向资金应该是集中对于外围消息面的这样一次反应，然后呢可能部分偏交易型的资金，因为上周是有一定的获利，所以在这边是做了兑现。但是后续我们认为，因为站在我们当前的整体市场环境来看，我们这一轮的这样一个探底回升上行的趋势相对于外围市场来得更强，那么我们当前受外围的扰动来得更弱，所以对于外资其实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次可能也会像之前一样这个短期反馈之后，后续随着这个情绪修复过程当中又开始转为净流入。所以当前整体市场的这样一种运行，我们认为应该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最近这两个交易也就是明天和后天这两天的这个走势我们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上证指数从5月25号上行以来可以看到上行的速率是有所加快的，这当中当然有调整，但是调整都是在一个交易日或者半天就完成的是整体速率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后续比如说明后天继续能有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上涨的阳性出现，那么市场整体的热度其实是没有下降的，在这里就更能够反映出受外围的这样一些预期变化扰动是很弱的。那么如果这两个交易日都在调整的，短期可能就会有一定程度的降温，在这里呢可能就也会有更长级别的这样一个震荡的趋势，所以我们认为后续这两个交易会比较关键一点。好，谢谢陶然啊，其实就是明天，我觉得光一天大家是有分歧很正常，对吧？因为有前面是看多的，然后突然间发现好像有一些预期开始有变化了，那是不是要谨慎起来啊？当然今天一天是韧性显现出来拉起来了，北向大幅流出，然后外围市场大跌，那么
明天这个市场，我觉得比今天更关键，可能更能够显示出我们 A 股市场的这种韧性啊。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说当下市场的操作思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吴周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吴周你好。有看头家加油时刻，受外围市场影响，今天三大指数全线调整，但个股表现却是涨多跌少。结构性的行情中，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形态走强并且具有确定性的方向呢？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张 PPT。 我们看到有色金属板块从去年的9月份调整至今，最大跌幅超过了 47%， 那说明前期的调整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都已经是非常的充分了。那近期低位探底回升之后，我们看到前期是放量突破了120均线，而今天也是沿着5日均线逆势上攻，同时也迎来了筹码峰的突破，那说明整体的中期趋势出现了明显的走强信号。而且机构资金今天净买入超过4个亿，7天里面净买入超过47个亿，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中期趋势走强并且大资金持续流入的方向，那我们后市是可以作为重点关注方向的。那具体有色金属板块中大资金今天逆势布局了哪些个股呢？今天我们为您整理了份名单，详细的梳理了有色金属板块中今天大资金在明显流入并且形态走强的品种。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加 APP 软件来免费的领取。那再来看一下有色金属板块的一个案例品种，我们看到这个品种呢，从去年9月份也是调整至今，最大跌幅超过了 55%， 今天不仅放量突破了250天年线的压制，同时也迎来了筹码峰的突破，那说明整体的一个中期趋势出现了走强信号。而且机构资金今天净买入超过3个亿，4天里面净买入超过7.8个亿，那对于这样的方向也是我们后市本周后半段重点关注的方向。那再来看一下有色金属板块的第二个案例品种，这个品种从去年9月份调整至今，最大跌幅更是接近了 60%， 那今天放量站稳了120均线，同时也同样的迎来了筹码峰的突破，而且机构资金两天里面就净买入超过 5.7 个亿。那对于这样的品种，那我们本周后半段要作为重点的跟踪关注方向。那如果您想领取有色金属板块中此类更多值得重点关注的品种，那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加 APP 软件来免费的领取。那再来看一下我们此前和大家分享过的证券期货板块，我们看到这个品种呢，今天是受到大盘影响，在五日均线上方出现了缩量的小幅调整，但整体的趋势并没有走坏，而且机构资金九天里面也是净买入超过50个亿，那对于这样的方向我们依然是可以保持继续跟踪关注的。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前期有在有看头加 APP 软件上面领取过超基金一个月使用期的朋友们，那今天晚上配套的课程就要开课了，您可以登录有看头加软件联系服务专员领取我们相关的听课链接。好了，今天的有看头加加油时刻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有喜事，就有老凤祥。炒股，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买卖不定的时候，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今天送给大家这套智能炒股系统——多空电波，是一款辨别买卖、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当底部出现红色时，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多头出现积极信号，可以开始关注。股价上涨，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这是空头预警信号，要懂得规避风险。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就能到手使用了，3000多只股票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同时配套了强势买点战法，配合多空电波寻找强势品种发出的启动信号，案例分析，跟盘操作，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现在扫码领取，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股民，都能轻松上手使用，看准机会轻松交易，快来领取你的交易利器吧。王哥，你快帮我看看，为什么我换了股票还在亏呢？你呀，肯定是听了别人说的才买的。是啊，投资股票啊，最忌讳乱投和道听途说了。 K 线形态这么纷繁复杂，但是啊，如果有一套简单易懂、信号明确的指标战法，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收获。
真的有这么好上手的操作方法吗？当然了，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来领取这套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强大的实战指标给你多维度提供短、中、长周期投资决策，深挖炒股三大核心问题，选股、择时、买卖，信号清晰，一目了然。这也太全面了吧，操作起来方便吗？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啊，简单易上手，只需三步操作，既便捷又轻松。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立即领取这套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好，那我现在赶紧扫码去领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让炒股更轻松，让投资遇见美好。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好，欢迎回来，接着咱们来聊一聊操作思路啊。先来看一下今天领涨的方向。首先呢，今天就是还是以新能源为主，然后更多的是体现在了一些上游的品种当中啊。你像氟概念有 3.7% 的板块涨幅，有机硅啊、磷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赛道这个方向，新能源车是继续涨 1.2%， 可能大家看这个板块图不觉得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啊，就是基金重仓。你会发现今天涨幅居前的基金重仓的方向，德方纳米其实创的历史新高啊，然后除了新能源就是猪肉，牧原和温室是两个猪肉的票，其他全都是新能源，中油啊，然后还有就是上游啊等等。你看跌幅居前的药明康德，然后盛邦啊，芯片 CXO， 然后房地产还有消费，对吧？医药啊，就这几个方向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光伏板块，有0.2%啊。最后我们看一下券商啊，我觉得券商上周我们说了一下，今天是震荡1.19%，但是券商是持续放量的状态啊。今天光大证券盘中有打到过涨停，但是最终是没有封住的啊。那我们来说一说短期的操作思路，然后看看哪些品种可以继续做多啊。李琦琦，我们先说一下汽车啊，因为我觉得汽车就整个这一波绝对的领涨主线啊，你觉得走到什么阶段了？就是它好像还在反复的活跃，而且呢，我觉得这种活跃已经从整车到上游，然后又到中游了，已经啊，你怎么看？这样的，就是我们还是跟用数据说话，就是我们跟踪了一下，就新能源车目前月销量，然后我们发现就是新能源车在五月的销量达到了45万辆，那么你45万辆简单的乘以12，大概就是500万辆。那么其实已经在五月份应该说是停工停产的最就是中间的一个阶段，当时零配件可能都发生了一些零配件的短缺问题，它依然 销量有45万辆。那么我们看到了现在新能源车各地方的补贴都已经开始落地了，那么受此影响，我们觉得就是在今年整个下半年，就六月份以后，新能源车会销售会有一个加速，也就是说需求量会有一个明显的上移，然后再叠加目前的油价是偏高的，它也会加速就是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化的这个速度。那么这个影响下，我们觉得就是应该上修全年新能源车的一个预期。那么其实我们年初的时候也说过，就今年新能源车的销量成联会的预期是全年500万辆，那么现在看来500万辆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其实在年初的时候说卖方的预期最乐观的是550万辆，但是现在恐怕是打不住，可能全年会上修到600万辆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什么概念呢？就是按照500万辆的预测，今年的新能源车的销量会比去年增长1.1倍，就110%的增速。如果上调到600万辆，那么它的增速会上升到150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其实非常的景气，还是这句话，就是在整个 A 股盈利处在一个整体下滑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非常景气的赛道，那新能源车肯定就是一个。就从数据的角度来看，这个新能源车还是一个非常景气的赛道哈。那我们就从市场的角度先来连线一下陶然，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他是一直看好这个汽车板块的。上周的连线呢，他是提到一个方向是什么？是做稀土永磁啊，就包括有一些稀土。其实今天稀土表现的也很强啊。那陶然也给大家再来挖掘一下吧，就现在汽车里面还有哪些品种是可以去继续深挖的吗？现在还能不能参与了？好的，就是接着刚刚嘉宾的话有讲到，这次其实公布的这个汽车数据，特别是新能源数据，其实是新能源车的这个数据其实非常亮眼的，其实也进一步印证了就是之前讲到的，就是这个新能源车渗透率提升
的这样一个逻辑。那么这个确定性其实也就带来了受益的这样一些方向。今天其实从盘面上是有集中的表现的，所以现在看不光是整车啊，其实这个产业链当中的各个方向其实都有所联动。那么这当中我看到三个方向是我们认为是可以值得关注的，一个是之前讲到过的智能座舱这一块，可以看到今天盘面上是有一档个股是大概是这个概念里面一档比较核心的品种嘛，是一度涨停的，但是今天因为整个市场是有所震荡，所以后续是有所回落，并没有封板，但是可以看到这一块的情绪是在往上跑的。那么另外一块呢是涉及新能源车领域的覆铜板这一块，那么这个方向呢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就调整的，最大的幅度大概是部分品种是有70%到80%的跌幅的。那么现在来看，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充分的去消化了估值了。目前现阶段整体个股的这样一个弹性这个反弹空间大概是在30%多以上，相对于产业链当中其他的一些品种弹性并不是特别大。那么从今年一季度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呢，其实很多个股它的一季报情况是这个同比和环比都在增长，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方向也是新能源车当中产业链当中相对滞涨的一个方向，也是可以去做关注的。另外还有一块就是换电这个方向，换电这个方向当中也是有一些核心的品种可以看到今天是开盘大概5分钟就封板，所以这也是在这个周五盘后消息面的这个落地之后呢，这些方向其实今天市场都是给出了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正反馈。好，谢谢陶然啊，就汽车这个方向还是可以再进一步挖掘的啊，就整个这个产业链确实是非常非常长啊。以前我记得大家喜欢就是在当然很多年前大家挖的什么房地产产业链，对吧？其实你现在会发现其实就是围绕着整个这个汽车产业链去深度的挖掘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居前的是什么，就是大金融，包括像房地产，大金融我们要剔除掉券商啊，券商最近是有所异动的。我们来听听潘老师怎么看，就是这些品种好像感觉是不是也下跌空间有限，如果之前在里面的投资者怎么办呢？现在是继续持有吗？首先来聊一下房地产啊，实际上房地产我们在那个对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那一度是一直中线比较看好的，然后后面也有所表现，但是在今天有可能就波动大了一点。那么我觉得就是近期对行情的影响，实际上大家要去多看看政策啊，就是无论前期的农业还是近期的汽车，都是因为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那么针对整个房地产，因为前期也有一些政策，这些政策是有一些认为就是房地产在这一块有一些松动的那种感觉，但是随着行情的不断的延续，针对于房地产这个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因为它前期整体是跌幅较为收敛的，然后后期又同步的获得了上涨，那么短期如果是转向震荡的话，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建议大家，如果在这个板块上，如果说是有所收益的话，我觉得在目前这个点上可以略微的去降点仓位，这是我的一个观点。那您对大家在当下市场的一个操作上有怎样的策略还有建议呢？在操作上就是说很明显，因为今天在震荡过程当中，就是热点还是原先的热点，也就是说呈现一种强者恒强的格局，那么大家要把握好这样一个特点。如果说是强者恒强，它也就意味着这段行情是不会马上就结束的，所以说这可以作为一个风向标给大家作为一个理解。那么从第二个角度，我觉得从我看好的板块上来看，因为今天那个教育板块走得挺强的，然后教育板块当中有一部分市值并不是很大，所以未来有可能会显现出一定的弹性。大家仔细想一下，实际上教育是可以忽略所有环境的影响的，特别是在现在进行网上时代的时候，教育正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所以这一块是可以看一下。还有第二块，上一期节目我们也提到过，我是比较看好广电的。我觉得从广电系的品种当中来看，在二级市场的表现的机会很少，但是这反过来也就预示了它未来中线的机会也是比较大的。还有第三块也是上一期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因为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一些中报的类似于预告啊，或者说是中报的业绩量，如果在业绩量当中一季度的业绩量都没有充分的体现的话，那会在现在到6月底之间有一些分红派息很高的一些企业和公司，而且业绩
绩很优良，在这波反弹当中是滞后的，因为我们曾经谈过反弹有三波，就第一波就是超跌类的，然后第二波就是成长类的，然后第三波就是补涨类的。那我觉得在未来就是在第三波的行情当中，有可能补涨类的品种会得到市场更多的关注，因为现在市场如果它的分偏是有所下降的话，那么它看肯定它的眼光会移下来，移向这些品种，而这些品种如果分红是非常可靠非常稳定，而企业的质地又是非常好，随后在整个中报当中它也不会受到很大影响的话，那我觉得这些品种现在是选择的最好的机会。所以从那个操作应对上来看，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要略微的去降一点前期比较热的品种，然后转向一些防御性比较强未来分红派息又比较高的品种。谢谢潘老师的分析啊，就是刚才其实李希希一直给大家分析的就是海外市场包括像美债的这种波动，其实主要更多的影响的就是市场的这种风险偏好啊，就是风险偏好如果一旦受到影响，确实就会使得很多比如说高位的品种啊出现下跌，但是市场的资金相对又比较充裕，那怎么办呢？大家就去挖掘一些相对低位的品种，就是进行一些高低切换啊。那在这个位置上李希希也给大家说一下吧，是不是高低切换就等于说还是可以继续做多的？我们其实也并不是很悲观啊，我们只是觉得就是自4月27号以来，就是阿尔法叠加贝塔，就是风险偏好在抬升，然后景气行业继续景气，这两个因素叠加之后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行情。只是现在呢，就是在风偏这一块我们开始产生了一些怀疑，至少我们要等到礼拜四它的就是外围的一个表述落地之后，或者说有一个非常阴的表述落地之后，那么我们再说，就是再去判断到时候的贝塔是不是再降到哪一个水位可以止跌啊。然后那么我们觉得就是现在市场还是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就是你做对方向更重要。如果我们说对指数的判断并不是说在像之前那样一味的看涨的话，那么你现在结构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市场选择了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新的突破，我们今天发现就是首先就是我们看到了像农林牧渔当中的猪肉板块啊，猪肉的几个龙头，比如说像牧原，然后像温室，还有新希望，还有双汇发展，在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市值偏大的这四个股票都是呈现出了一个上涨，然后是带量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在新能源上游就是产生了一个明显的集体性的上涨。那么我们对新能源呢，今天补充一个逻辑啊，就是今年因为新能源的两条赛道，一个是可再生发电，还有一个是新能源车，那么都呈现出了一个叫需求上移，就是我们年初预计的一个需求啊，在今天6月13号来看都发生了一个需求上移的过程。那么我们重新梳理产业链当中会发现，今年就是呈现出了一个典型的叫木桶原理，就是最短的那块板制约了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产能。那么我们重新梳理发现，今天就是打的是新能源的上游，比如我们看到新能源的上游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是矿，一个是化工。矿当中我们今天看到了锂矿股的整体的上涨，然后像磷酸铁锂的上游是磷化工，因为最近的磷矿石也在上涨。那么我们看到像云天化，像湖北宜化也是股价非常的强势。第二呢，就是像光伏的上游，比如说是纯碱，你会发现在化工当中纯碱股最近涨势都不错。然后多晶硅的上游三氯氢硅、有机硅啊，有机硅当中像三氟股份、红柏新材这一批的票走势都非常的强。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新能源产业的挖掘，我们还是要紧紧的抓住景气当中产能最短缺的那块短板，它的涨幅可能是最明显的。所以我们还是说结构性的问题。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是结构性的问题。你说的这些东西也确实是市场涨得好的东西啊，但是问题就在这儿了，就风偏既然已经下降了，然后他们已经在右上角了，我现在难道还应该去关注这些东西吗？你就关注是阿尔法强还是贝塔强。就它我们说了，在4月27号之前这些方向是一样下跌的，市场并没有体现出它的阿尔法的属性，但是在眼下的位置上其实蕴含着就是贝塔会降，但是不会回到4月27号之前的那么低迷的状态。那么其实今天的市场已经告诉我们，可能这一波的风偏的下降是有限度的，然后结构性会更加的突出。如果说之前你说像券商是一个典型的跟贝塔相关的一个板块，贝塔起来了，券商板块整体开始活跃了，那么如果贝塔降的话，你是不是在受益于贝塔上来的时候，整体板块开始就是水面向上浮的时候，很多股票会浮起来。如果水面向下的话，那么这些股票跟贝塔密切相关的高相关性的股票
是不是要回避一下，也就是结构性在后市我认为会更呈现出一个结构性，所以你做对方向我认为比研判指数可能更重要。嗯，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到这个结构性会比之前我觉得更加集中啊，那这个更加集中是不是就是只有新能源？就我们现在如果跟踪行业的话，其实还是两个方向，第一是叫高景气赛道，它的阿尔法现在已经强过未来可能会有的贝塔的损失，目前是可以完全代偿的，新能源是一个方向。第二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困境反转，其实年初我们讲到现在困境反转，困境反转兼顾了一个低估值，就是我们还是关注一下猪肉，可能猪肉在接下来兼顾了一个低估值，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化工，化工的估值也都不高，如果今年的产能相对来说是短缺的话，那么我认为有点像复制今年上半年的煤炭的走势。嗯，好，稍后回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啊观众朋友们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不跟随也可风华万象，不怀疑学会欣赏自己，专注坚持打造属于自己的故事，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王哥你快帮我看看，为什么我换了股票还在亏呢？你呀，肯定是听了别人说的才买的。是啊，投资股票啊，最忌讳乱投和道听途说了。 K 线形态这么纷繁复杂，但是啊，如果有一套简单易懂、信号明确的指标战法，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收获。真的有这么好上手的操作方法吗？当然了，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来领取这套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强大的实战指标给你多维度提供短、中、长周期投资决策，深挖炒股三大核心问题，选股、择时、买卖，信号清晰，一目了然。这也太全面了吧，操作起来方便吗？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啊，简单易上手，只需三步操作，既便捷又轻松，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立即领取这套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好，那我现在赶紧扫码去领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让炒股更轻松，让投资遇见美好。上海整装携手百家建材品牌全市助力，为广大装修业主装出品质健康家。特此上海整装开工季，资深设计师集结完毕。如这套户型，玄关设计收纳区有效区分室内外空间，动线合理布局，保障全屋空气流通。特此上海整装开工季，工程团队已准备就绪，采用卫生间防水坝工艺以及墙地面增强涂刷等专利工艺，防止渗水漏水，并精选启帆 A 级阻燃电线，无卤低烟更安全，特选鲁伯利万向存水弯及铜下水，防冲耐用，保障密封性。现在就拨打上海整装官方热线4000-338-338，或扫码咨询上海整装开工季优惠详情。活动期间签约下定更有32000元家具全场任选，上海整装全天候守护，严格把守，致力于为广大装修业主装出品质健康家。爷爷，出门要戴好口罩。宝宝，回家要先洗手。弟弟，打针一点都不疼。宝宝啊，打喷嚏要捂好口鼻，在家要多开窗，勤通风。健康防疫一定要做到家，做到家。90年代，收获是一份仪式感，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千禧年，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后来，收获是掌间的金融图标，信息很多，答案却很少。现在，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
五月反弹的行情意犹未尽，那么六月份的行情能不能再次期待呢？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APP 帮你把握先机，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家 APP， 在首页点击超级资金功能，即可免费领取一个月的体验期。通过超级资金功能解锁资金趋势，洞悉主力意图，迅速地找出真正的控盘主力。本次福利仅限前3000位用户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领取。有看头家，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让我们请出黄伟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黄伟你好。好的，主持人啊，我们看到今天呢市场是出现了一个低开的阴十字星，在连续多日强势上涨之后，今天呢是出现了一个休整，这样的一个休整呢其实也是一次换挡，我们是不是从这次的换挡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优化手中的股票，以把握六月份的行情呢？那今天我们重点和大家讲到的方向就是汽车，相信这个板块啊，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的股民朋友都比较的关心，不管是政策面还是其市场的表现都走势非常之强。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技术分析，这是汽车板块的日 K 线，红颜色的呢是年线。我们其实早在5月20号的时候在节目里头就已经做了第一次提示，而在5月27号我们又做了第二次的提示。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上涨的还是非常的流畅，那突破了年线之后连续的2天调整到了年线的位置，所以这是一次比较好的回踩，而最近2天又走出了连续的阳包阴的表现，还是非常之强，所以我们认为在经历了回踩之后，在当下有望出现第二波的主升浪行情，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第三次和大家提及汽车板块。那对于这个板块我们还要全面的做一个细分的梳理。首先我们从政策面上来说，中汽协给出的数据，五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44.7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一倍，而乘联会在五月份乘用车出口也是给出了18.4万辆的数据，同比增长达到77%，环比同样也是增长翻倍。而最近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市值超过10000亿的比亚迪，比亚迪五月份的销售新车达到了11万辆，连续3个月保持单月10万加的成绩。我想在之前大家以前一提到新能源都会想到宁德，而当下一提到新能源不管是卖方还是机构啊，都会想到比亚迪，所以我们认为整个比亚迪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链，基于这条产业链上的机会可能是当下乃至未来新的投资方向，今天节目里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我们今天给出的就是汽车产业链核心龙头股的一个名单，这份名单呢包括核心的龙头公司以及业绩增长，包括近期资金大手笔的在加仓这样的几个特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关注之后领取一下。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些底层逻辑，汽车产业链的深度机会我们还是从3个层面来看，首先是上游的锂和磷，其次是中游的一些零部件，包括电子芯片、智能座舱等等这样的一些标配，下游呢自然就是整车了。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目前整车在之前炒的是非常的厉害，而最近汽车零部件开始出现了上涨，而锂随着风光锂整个新能源的一个发酵，那这个产业链应该说具有复合性的一些特征。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3个代表性的股票，德方纳米，这个属于磷酸铁锂的龙头，也属于上游啊。接下来是汽车零部件的龙头，比亚迪自然就是整车的龙头。整个我们看到3个里面产业细分的龙头，其实在目前的市场表现，指数刚刚形成一个反包，而股价都已经创出了阶段性的新高。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标杆的一个作用，新能源产业链的龙头均创下历史的一个新高，这是一个现象。接下来呢，我们具体还是要把这份名单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一定要找龙头公司，一定要找龙头公司。其次，最近资金一定要有一个连续性的买入，因为资金机构的一个买入才能为未来股价的上升的持续性提供一个能量。所以这份名单呢，今天送给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关注之后来领取。接下来我们看几个代表性的股票啊，第一个这个是上游材料的龙头，目前估值只有10倍，并且业绩也是超预期的，全年业绩具有强支撑。大家看一下走势，其实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几个个股来比的话，其实是远远落后的，
而股价目前处于低位，最近的量能也是给出了连续的一个啊这个放量的一个表现。案例二，同样是零部件的龙头啊，近期获得17亿元大额的订单，这个圆弧底成交量放大，多家机构都是低位看好。案例三呢，也属于整车的龙头啊，这个是充分受益于汽车下乡，股价目前在10元附近，业绩也迎来拐点，多家机构给出了买入评级。最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量堆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名单含金量满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关注之后来领取这份名单。好的，主持人。好，最后呢，我们来听听场外两位嘉宾啊，对于大家明天有怎样具体的操作建议。先来连线到的是潘老师，潘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好的，就是首先大家要看一下外围的这样一个市场啊，随后如果说有影响，也是仅仅影响我们的开盘。然后第二点，刚才已经说过了，因为热点它呈现一个强者恒强的格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操作反而是应该对超级强势的品种可以做一些或者盈利了获利之后可以做一些滚动，或者做一些现金的回收，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因为是还是看好中线行情的，所以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一些新起来的热点，然后对一些业绩比较优良的品种可以继续的在低位关注。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仓位上还是保持一个相对重仓，或者说是震荡的越猛然后越可以加仓，是这样的一个应对。好，谢谢潘老师。接着陶然给大家明天具体的操作建议。我认为最近这一到两个交易日可以更多一点去观望一下，因为刚刚有讲到5月25号之后的这个行情可以看到上行的这样一个速率是非常快的，那么这当中有调整，但调整基本上都是当天完成的，所以给市场的感觉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如果看好的方向不进场的话，可能后续就会面临更高的成本价，所以这段时间整体这个增量资金进场的迹象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到了当前阶段，如果说市场情绪出现明显回落，或者说没有办法继续把指数顶上去的话呢，那么这里可能就会有一段这个调整或者说震荡的周期了，所以说观望的主要目的就是说，如果情绪有回落的话呢，看好的品种可能后续会有更好的这样一个进场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如果说这里情绪继续保持强势，把指数顶上去了，那么我们看好的这样一些方向呢，也能够更加坚定的去持有，我们是这样看。好，谢谢陶然啊。最后来看一下明天呢，大家可以申购的新股啊，有两只新股可以申购，分别是深市主板和创业板的公司。同时呢，明天也会有两只新股上市啊。最后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呢，今天是58%对42%，选 A 的比例略高一些啊。最后听听李希希给大家明天的操作建议吧。北向资金今天流出100多亿啊，就是不是大家要看看明天北向是不是还怎么卖？如果预判没有错的话，我认为明天的北向应该还是一个流出的态势。那么在礼拜二、礼拜三，如果就是你手上的筹码有上冲，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机会的话，我认为大家不妨做适当的筹码的抛售。目前的仓位呢，我建议如果之前是满仓的话，那么现在不妨降到6-7成的仓位。为什么？我们还是要等礼拜四凌晨的一个最终的外围的一个货币的决议，如果说它的鹰派表述是非常明确的，或者是一个加强的，那么我认为在这两天当中外围已经开始产生调整了，那么之后我们的 A 股呢想必也会有一个震荡，那么震荡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你高景气赛道可能会给你一个更好的一个上车的机会，所以这边有一个短线交易的机会，策略上就是目前没有必要我们去压一个鸽派，那么目前还是等到礼拜四它那只鹰放出来之后，我认为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上车的机会。你认为上车还是买现在这些东西吗？在这个世界最有发展的空间肯定是中国市场，每次一个外资企业出一个新的市场，肯定的会面临了一些不断的调整，自己为了个性化。第一是我们的专属的我们的服务模式，因为这个服务模式就是从每一个人的需求开始。
纷繁复杂的世界格局下，我们要用怎样的心态应对中国经济新挑战？信心比黄金都重要，有了信心我们的市场才能繁荣，有了信心我们的投资才会增加，有了信心我们的股市才会上升，有了信心我们才能凝聚一股绳。在新的不确定性下，企稳中国经济大盘，货币政策如何施力？我觉得我们应该以数量性调控工具为主，当然价格性调控工具也可以使用。